有没有给我打起精神？我在这里跟兄弟们和一个很严的师父一起长大，希望在宴会上有出色的表现。我是家中最小的，所以大家都特别疼我。我们一家人常常都在一起，一起出外表演，一起回家。我们常常都惹不少的麻烦。回家了，你们真的，快点！师父不管谁闯祸，都一起惩罚。我们当时不明白，但是现在我们都懂了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应该同心协力，加油！不论是喜、怒、哀、乐，我们都一起度过。因为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。